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4日，周日。我是铁人一号，请大家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登录1259天啊。今天有布兰克之指使。又不用关卡。要有钻石吧。钻石就 OK 啊。就没想到他超音波照起来，肝脏居然有个5公分的肝癌。这个是真的是肝癌。对啊，他吓了一跳啊，就说其实他的生活作息是很不错的哦，就是他已经就是有抽烟，没有喝酒啊，所以我们检查起来也没有低脂肝，也没有脂肪肝，顶多就是他是有个脂肪，就是大概这5年来都是有个脂肪肝的现象，但是他这个他就没有真的在对症，长期有脂肪肝的病患呢，他还是有乳癌的风险。我记得一个大型的研究，他是追踪长达21年，去看看说有脂肪肝的人，他会不会比较有乳癌的风险。总体而言的话，它罹癌风险会多2倍，而且这个罹癌风险哦，不只是肝癌，它也像大肠癌啊、胃癌啊、食道癌啊、胰脏癌啊，像你说的子宫癌啊，它这个得到的风险比重比较高。这个风险比较高呢，跟体重还没什么关系哦。我们一般认为说，好像脂肪肝的人，就是可能比较肥胖，体重会增加。可是在这个研究中发现说，不管你是不是肥胖，你只要有脂肪肝的话，就比较容易死。我们在跟身边朋友讨论脂肪肝的时候，我就常常听到，就是只有胖子才会脂肪肝，吃素的不会脂肪肝。那实际上我个人看起来，这里面应该有很多资讯是值得商榷的，对不对？关于瘦子的，我们怎么心不平呢？你不能犯错的。只有胖子会脂肪肝。做姑娘，你讲食什么菜类啊？伊话是讲后尾咧食咧红椒啦，就是咧就食菜，做到要成要成。是，我拢米粉做的呢。米粉做就是，内底有人参、人菜啊，实在会敢变红椒吧？我感觉是无问题啦，你食就食得甜味就好。是，菜是差不多，身高我差不多175公分左右。体重呢，他才65公斤，可是他们做起来是做没可能。中部呢，是到中部。那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说，我这样看了你的身材，你是以前比较胖嘛？因为有些人来做追踪，是说他可能也许前几年很胖，然后那个只是肝脏的脂肪没有消掉。他说没有没有，他从以前到现在身材其实都是这个样子，就他并不胖，而且他就是有脂肪肝。那在医学上的确哦，就是说瘦的人里面还是有一成的人有脂肪肝。BMI 是小于24的，还是有一成的脂肪肝？那这个有时候现在认为是跟基因有关，跟遗传有关。基因，对。那他有找到特殊的基因呢？异常的话会造成这个脂肪肝的出现。就像这个有报，打不过就不打了。不只是他，他说他的爸爸、他的哥哥其实都不胖，也是都一样有脂肪肝。像有些人就说：“我不吃肉啊，我不吃鱼啊，我吃素，我怎么会脂油脂摄取过多？”可是那还是要看你烹饪的方式啊。就是如果假设你都是用我打完了。我打完了。所以现在几点？哦天哪 ，Oh my god！那12点才可以打。我们身体其实肝脏会把这些由叶脂肪酸会变成就叫 VLDL， 会变成小的脂肪来排出体外。但是如果我没有排的，实在是吃太多的人来说，它就会转换成胆固醇堆积在我们肝脏。对，其实是我们如果吃了高脂肪的食物，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的一些添加的饮料，我们讲的玉米、乳香或者是比较精致的糖，这些糖分吃的比较多的话，同样会变成三酸。谢谢大家收看。也是会造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常见的来源。那至于水果的话，我们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就是说常常吃水果，不能常常吃蔬菜，这样子。打完了，打完要打什么？水果大概选择跟柠檬一样，或者是你吃的不是水果，而是果汁啊，水果的果汁。那其实在其中你吃下去的糖分会特别多，
你要讲个例子哦，就是我前阵忍者的时候遇到一个病患，防疫在家嘛，十十二点才可以再打。去订购了整箱的水果，不容易保存嘛，就是说一定大家还是要很快的把它吃完，因为怕被坏嘛。对，平常以前你可能就吃一两个，可是他因为那时候一大箱的里面它都炸起来，对，一次可能我也已经做这个，傻眼啊，居然不能打。